欢枝叶美酒月光又是去匆匆，绿灯红烛歌舞升平又是夜无踪，人如花说这辈子能有几个好梦，一张欢颜背后几多雨和风，晚上又翻湖中又浪人生旅途中，经得起风经得起雨方能见彩虹，别以为翻过一山就路儿条条通，别以为躲过一浪就可以放松，做英雄郡主，王爷赐下锦囊，命交郡主，小的不敢怠慢。敖宝病危，可求静儿一面，速回。王将军到底逃不过这一劫。他跟你曾经有过婚约，临终的时候想见你一面，你可不要辜负人家。沈奴才，还跪着干什么？滚！是，小的这就分派他们多打些猎物，回来伺候郡主。多打一些野鹿还有山羊，但因为我好久没吃肉了啊。不妨碍你们，不妨碍你们啊。总办，再做一只笛子给我好不好？这次。我一定会好好的留着。哎呀，进来吃饭了。哦，伙计。哎，来了。伙计，进你家店门口挂只笛子，你可不许拆掉哦。啊？到时候啊，有个这么高。大眼睛高鼻子很俊很俊的男人来问路，你一定要很清楚地告诉他说我们朝那个方向走了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小二，哎，来了。谢谢你啊。哎，拿壶酒来。啊，是。小二，吃饭吧。娘，竹笛子是给重八哥引路的吗？我也不知道上药王庄要走多远的路啊，所以我就多准备几只，免得重八哥走岔了路。哎呀，绑根红绳不就解了吗？干嘛还挂这么多笛子呢？这是我跟重八哥的秘密，不告诉你。小丫头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来，哎，吃这个。谢谢。汤来了。哎，这是我们要的牛肉汤吧？哎哎，不，哎，这是我们的。这是豆腐汤啊。这是我们的汤。对不起，是我们搞错了。对不起啊。真是。哎，乖乖，汤来了。哪个神屋出来的野人，抢着要喝汤？牛肉汤跟豆腐汤都分不清楚。娘，喝汤。金伯伯，喝汤。哎哎，两位，对不起啊，是伙计弄错了，把你们要的牛肉汤给了我们了。老人家，还是你喝吧。哎，我们不吃牛肉的。你喝，你喝，你喝，你喝。哎，你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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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喝，牛肉汤是你们的，还给你们。你喝。
什么毒药啊？这是咱们魔家的气红丹啊。气红丹，据说气红丹太过霸道，激起武林公愤，逼着魔教毁了他，在我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失传了呀。看来魔教中的不孝子弟重出江湖了啊。那谁会下毒害我们啊？是害我的。我们二老十八年来头一次出山，招谁惹谁了？我也没招谁惹谁啊。有一个人既有势力也有杀害我们的动机。谁呀？朔明霞。娘，不可能的啦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又发作了？娘，咱们住下来，明天再走吧。伙计，伙计有房间吗？有有有。娘，您擦把脸吧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。金伯伯，有人盯上咱们了，还是小心点的好。哎呀，娘擦脸的毛巾这才给你毁了呢。哎，小心点好吗？进来。老太太要的洗脚水。小妹妹，白天那个伙计呢？小店雇不起人手，晚上的活呢都自家人干。这是我的外孙女小芬，三位洗了脚请早点休息吧。瑶儿，过来坐下，把鞋脱了。哦，娘帮你揉揉脚，洗干净了睡个好觉。好。杀手成员复杂呀，一波一波全都是不要命的，看来咱们的对手真是心狠手辣，来者不善呢。李药王既然是下毒用药的高手，到药王庄去便能够找到线索。哦，有谁敢伤害我的女儿，我绝不饶他。接应你的人来了，我也可以安心的离开了。朱重八离去，过来保护郡主。他走了，什么时候走的？天没亮就走了。你们都是死人呐、啊！你们快去追呀、啊！求郡主先回大都吧。找不到重八，我哪都不去。
这是，小二，小二，来，快啊！小二，这根笛子是谁留下来的？是一个小姑娘。那位姑娘，是不是跟一男一女？那个女的是不是满头白发、精神十足的老太太？对对啊，他们后来跟两个男的吵架，最后毒死了一个。对，那肯定就是他们的。他们去哪里了？听说好像是要去什么药王庄啊。药王庄。哎呦！别那么着急嘛，至少烙两张大饼填饱肚子再说嘛。快走了。炸！哎呀，炸！又碰上红巾军了。炸！哎，皮箱姑娘啊！炸！谁在追他？不知道，跟去看看。我们在这等着你呢，大当家在这儿啊。打起来了。
长大哥，胖子是吗？我没死啊！我们那天还以为你……崇宝大哥，你看我没死啊，终于看到你了！你不要误会，我跟他没有关系。太好了，长道哥，现在没事了。大哥，哎呀，我老婆想死你了。哎，你怎么跟常玉春走在一块呢？哎呀，花云二当家下山以后啊，咱们山寨里的大当家不义气，石马山的兄弟啊，大半都跟着我老胡。哎，遇上了常大当家的，弟兄们呢都服了他了。反正在哪座山里都一样，当土匪嘛。来，恭请大哥上山。大哥，请。不行，我还赶着去找佩瑶妹妹。佩瑶？哎，崇宝大哥，佩瑶妹子在哪儿啊？我也不敢说，听说去了药王庄。啊，药王庄？那不是陈友谅的根据地吗？师姑带着佩瑶，难道去投靠陈友谅？哎，不要紧的，大哥，你且上山住一夜，明儿个我带所有兄弟陪你走一趟药王庄。难道药王庄是龙潭虎穴不成？只是听说药王庄外布满了毒气，不少英雄好汉都吃了亏，就连援兵以及刘福通的红巾军也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啊。这毒啊，对付不了我们，趁早收回去，免得丢人现眼。我不想杀人，只要见庄主，你们传话下去，就说当年魔教弟子红衣剑花来拜庄。啊，红衣剑花！娘，你的大名好威风哦。
小姐大安，林卫给小姐见礼了。二十年不见，想不到，想不到你已功成名就了。我万万也想不到，小姐还活在人间。小姐，您满头白发，可是容颜依旧，小的真是为你高兴。李庄主本名李卫，当年在魔教中是我的贴身护卫，会一直拿他当小弟弟。可你怎么会变成了毒王和神医呢？小姐被害，魔教瓦解以后，小德原本心灰意冷，不料连遭奇遇，我糊里糊涂的就成了今天的局面了。这下可好了，人赃俱获啊！可惜啊，大水冲倒龙王庙。既然是老相好，阿玉你就看着办吧。这位是无名小卒。我的亲生女儿佩瑶。哦，小小姐。李卫在。贵庄独名在外，我找上门来本是兴师问罪来的。小的不明白。有人一路下毒想暗算我们，主要目标是小女佩瑶，用的剧毒之物乃魔教失传已久的镇教之宝气红丹。李庄主是大行家，想必你这儿才有气红丹吧。哦，小姐恕罪，我一定把这件事查得水落石出。来人，是，把月娘给我叫来。是。康复。颜亮，你真是练武的奇才呀，才短短几日就将这帐中剑使得这样出神入化了。都是你的兰心慧旨替我打造出这样趁手的随身兵器来。婉儿，谢谢你。这剑啊，可是我爹珍藏多年的千年寒铁所铸的，见到我爹你可得好好的谢谢他。嗯，你们父女对一个没出息的陈友谅这么看重，我实在是太惭愧了。怎么又说这种谢谢话了呢？爹刚答应了，只要我们正式拜堂成亲，他就把药王庄内外上万的人马交给你正式的统领。看来贵庄上万人马竟是你李大小姐的陪嫁之物。哼，令尊大人应该没有说要我改姓入赘吧？你别误会嘛，爹知道我怀了你的孩子，当然希望我们尽早完婚，他好名正言顺的抱外孙嘛。大丈夫功名未就何以家为，陈鹏岂能为了贪图一个小小药王庄就做了别人家的女婿？有亮，这是两回事啊。我正在山下练一支人马，你暂时不要拿婚事来打扰我，到时候自然会让我未来的老岳丈刮目相看。
我知道你有能耐。我爹关心婚事，又让月娘来叫我了。尤亮，你的志气我明白，我会跟爹解释的。嗯。林斌，快跟去看看。这，咱们现在是龙困浅滩，寄人篱下。不得不防着点儿。属下明白。爹找我有事啊？把这个臭人给我拿下！你们都聋了！拿下李婉儿！女儿犯了什么错，惹爹生这么大的气？你自己做的事，心里明白？女儿不明白。你偷了我秘藏的气红丹，派人去杀一个叫佩瑶的姑娘。女儿不知道爹在说什么。你知道这个佩瑶是谁吗？她的亲娘姓卓名玉，人称红衣剑花，20年前在江湖道上是闻名丧胆。那又怎么样？卓玉她出身魔教，身边有个贴身的护卫，就是为父。幸好他们母女无恙，只是如今找上门来，为父岂能承认行凶下毒的主谋竟是自己的女儿？小姐，都是月娘不好。老爷，都是月娘主使的，我胆敢这么做。爹，女儿一向深居简出，除了一个陈友谅，从来不跟外人打交道的。爹如果还不信，女儿愿意跟他当面对质。问题就出在陈友谅的身上。老七，老爷，去请陈友谅。是。慢着，友谅重伤出狱，正在后山练兵，不宜打搅。陈友谅在我庄上做客，难道我问他几句话都不可以吗？那佩瑶母女也不过是客，凭什么在我庄上大呼小叫的？他们是爹的故旧。友谅还是您的女婿呢，爹容不下他，女儿和友谅带人离开，永远不再回来。你，老爷，老爷，下毒之事不可随便冤枉人。卓大小姐不是还在咱们药王庄上治伤吗？她一时半刻也走不了，老爷，您就慢慢的查，总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贵客驾临，爹定打开了银杏园，女儿理应前去拜见。站住！在你跟陈友谅没有洗脱嫌疑之前，谁也不许靠近银杏园半步。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刚才打疼了你了，都是奴婢多嘴。你去召回派出去的杀手，全都杀了灭口，一群废物。是，快帮小姐赎罪。还有，佩瑶住进庄里的事，尤亮那儿不许透露半点风声。嗯。你都听见了？你不要杀我，我不会说的，我一个字都不会说。真的？我对小姐只有仰慕二字，就算汉王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做出对不起小姐的事。那就好。不过汉王耳目繁多，佩瑶的事只怕瞒不了多久，小姐尽快下手吧。不劳你费心。
你以为弄来这些什么破草药吗？分别把人当包子扔吧，明明在整咱们。哎呀，阿玉啊，再扔两天不见效，我们就回断魂谷，我给你吃。金伯伯就是性子急，人家说十天一个疗程，你就等一等嘛。哎呀，李大小姐求见卓前辈。不见。晚辈李婉儿特来拜见卓前辈。金前辈，我娘正在蒸药，她不见客。这位想必就是佩瑶妹妹吧？好灵秀的妹妹，真是我见犹怜呢。婉儿姐姐，你好漂亮啊！听说药王庄啊，有位浑身毒刺的千金小姐，美貌如花，就怕扎手。小瑶儿，你可不是人家的对手啊！我生性孤僻，怕见生人。令尊知道我这个毛病，不许人来打搅。李小姐大张旗鼓的来看我，想必不是令尊的意思。卓前辈当年纵横江湖的风采，晚辈没能赶上。如今前辈驾临，晚辈再不来一睹庐山真面目，那可要抱憾终生了。常在深闺，只学得几手粗浅的烹饪功夫，特地前来献丑，前辈可不许推辞哦。晚辈斗胆拜家父做一次主人，请。老爷不许外人打搅，可大小姐不是外人，现在她替老主人宴请贵客，若是有人怪罪下来，自然有小姐担待着。崇八大哥，我常黑的死过几回，今儿个还能活着见到你崇八大哥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来，这碗酒咱们非干了不可。干，干了，干了。玉顺兄，今天你给我面子，放走了杀你仇人，我应该谢谢你。哎，我长黑子虽然是粗人，却看得出来那个娇贵的郡主对你不是一般的好啊。看来这美人照样难过英雄关呐。因为我看啊，明霞郡主是吃多了荤腥，喜欢上崇八哥这盘苦瓜了。哎呦，死胖子，明天看到师姑不准开口。崇八大哥，你有两位旧相识，一直把大哥当成神一样的挂在嘴边呢。啊，旧相识啊，你哥马姑娘，太和，崇八叔叔，小木英。哎，糟了糟了，又来了一个喜欢吃苦瓜药的了。哦，哎，我喝酒，我喝酒。你过来喝酒吧，你。你不辞而别，我还到处找了你一阵子呢。干娘可想死叔叔了。木英，你们怎么走到一块儿呢？还变成了母子？是我救了干娘。算你能干。来，大家坐。好，大家坐。对对对，坐，坐着说话嘛。坐。好。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把你扔出去。啊。看到你平安，我就很高兴。只是，你怎么跟大海兄、玉神兄他们走到一块儿呢？我们下山找你。我把你的嘴给堵起来，看你怎么说。那天晚上，我走得匆忙，病倒在路边，还好遇到想问你的搭救，把我带回他的窝，全靠他照顾，我的病才能够好起来。后来我听说我干爹在亳州当了红巾军统领，我带了沐英下山投靠，我们缺盘缠，沐英一路乞讨，
被地痞欺负，后来还好遇上一个黑大汉打抱不平。跟在他身后的竟然是大海跟花表弟当初的一班兄弟，就顺理成章跟他们上了山吃晚闲饭，没想到他们又会遇上你。玉泉兄，大海兄，谢谢你们照顾马姑娘。我曾经答应过师伯和伯母要照顾他的女儿，如今两位老人家尸骨已寒，我始终还没有做到。哎，大哥，今天既然见了面，大哥你就留下来带着咱们兄弟干一番大事，也好照顾马姑娘啊。啊，崇八哥急着要找佩瑶妹子，要不然卓师姑要把她嫁给陈友谅了。嘿，妈，陈友谅这个卑鄙小人，我总有一天会把他给杀了。大哥，明儿一大早我就陪你下山去把佩瑶妹妹抢回来，就在我的山窝里拜堂成亲，圆了房，让姓陈的那个王八蛋死了这条心吧。太好了，我胖子现在就先喝崇八大哥的喜酒了。来，柳七啊，叫兄弟们上来给崇八大哥敬酒了。来，团子，来，进来！哎呀，小姑娘大有长进啊！快点！哎，看到崇八大哥，我太开心了，我也很高兴啊！哎，找进来啊！哎呀！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崇八哥不管喝多少都没关系，反正有人照顾啊！明天咱们继续的喝啊！好。哎呀，哎，看到没有啊？行了，别妨碍他们了啊！好，看什么？走啊！水，太和，太和，啊，太和，天黑了，又麻烦你照顾我了。喝茶，谢谢。你这身衣服像穿了一辈子，脱下来我替你洗洗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找机会洗就可以了。这件衣服你试试看。你给谁做的衣服啊？怎么跟我的身材一模一样？我在山寨里闲来无事，自己缝制的。给谁缝的？给我缝的？你从来没有量过我的身材，怎么？谢谢你。再喝杯茶吧。啊。谢谢。
不知道将来谁有福气可以娶到像你这样的贤妻。难怪花云对你明知无望还是念念不忘啊。花云跟我已经成了好兄弟了，他以为你去濠州投奔你干爹，一路找你去了。但愿他能帮着我干爹打下一片天下来。那你呢？有什么打算？我总想找一处山明水秀的地方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过日子。但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转来转去，老是遇上跟你有关系的人。我也不知道，这叫什么缘分。哎，那这样吧，你就带着小沐音跟着我们呢。太和，我答应过佩瑶的母亲，要回乡下过平淡的日子，不再争权夺利，不再跟人打打杀杀，只要能让佩瑶幸福快乐。我们那儿啊，山明水秀的地方可多了，养鱼、种田、牧牛，样样都行。你带着小木烟跟我们一块儿，不管将来谁当皇帝，谁管天下嘛。你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听你这么说，心里太高兴了。只要佩瑶不嫌弃我就行了。有你来帮忙，佩瑶高兴都来不及。只不过她的母亲脾气有点怪，希望你多多包涵。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母亲老是看我不顺眼，这次回乡下能不能跟佩瑶成亲我还真是没有把握。人家不是说吗，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啊。我这个丈母娘身世坎坷，遭遇悲惨，他们母女重逢的故事可以说上一个晚上。来，我们慢慢聊吧。